千万别来宠物市场挑猫，猫太多容易挑花眼。多少钱一个？100。100一个是吧？卖了就省事了是吧？对呀。太便宜了，100一个，随便挑。啊，350一个。不，350，随便挑吗？这怎么能这么跳呢？你等下，你再涨一个礼拜。350一个。便宜归便宜，但我怕自己 hold 不住啊。大包子脸的营建层500轻松拿下，深得我心的蓝猫300块跟我回家。大爷手里的营建层温顺乖巧。乖巧。独家养猫。吃点姜壳啊。大爷不是的话呀，买他的猫肯定放心。这绵羊咋卖？一样价都两千。2000一只。哎，这绵羊也降下来了，以前可都是上万的猫。大姐的这只金吉拉毛量很爆，咱们问问价。这什么价呀？3500。这个4000，这个更好看。最低多少钱啊？最低多少钱啊？3800。2000行吗？行。哎呀，大姐喊高了，喊高了。